好，我是 My FM 的 Jim， 在这里先祝你 Cool Dad Go Happy Go 新年快乐，一起 Go 马年快乐哈。那当然呢，这次要跟大家说，就是今年小猪的朋友就是属于这个月的贵人年呐、啊。怎么说呢？在全年呢，这个命宫中呢都会有贵人星出现的。那当然呢，只利于的就是行销，还有面对人的这些朋友们呢、啊，就比如说在 Jim 的行业啊，当主持人就时常会面对你啊，他还有他，所以。听到这个消息我太开心了啦。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，其实在今年千万呢你就不要太害羞去跟朋友们求助，因为很大可能呢你会在一些关键的时刻需要他们的帮助哦。如果你没有找上他们帮忙的话，一个人是撑不过去的，所以记得不要害羞。不过今年呢，在财务的这个管理上呢要特别小心，尤其是这个窗户啊门口啊要站好，那不然的话财务的损失会非常的严重的。那在感情的部分呢就还不错了，这一路以来租好像还不错的，那今年也是特别的好。那这个小猪朋友呢今年特别容易跟这个异性呢投缘的，那感情生活将会是十分多姿多彩哦。